这边是进来的玄关，国外风格38.77平加 B1 的车位，三改二房。这边是客餐厅，那这边它是正面那个中央新村，所以栋距非常的远，然后下面是我们的中庭花园，条件很棒。客餐厅，然后这边的话原本是另外一间房间，这个是主卧，那它现在的话就是当初有客变，所以现在变开放。那好，隔回来这边隔，这边隔，然后这个是主卧室的卫浴，卫浴有对外窗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在另外一间，好，那这个是共用的卫浴，然后双卫浴都有开窗。那这个是最后一间房间，次卧。那每个房间都放下双人床，双人床。那我们看一下厨房，后阳台，后阳台也蛮大的。OK， 边间，非常稀有的物件，国泰风格三房车。好，那我们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